种小游戏不用选秀。真是认真的，这个是两个偶像的坚持。两个偶像，哎，他打的也太尴尬了。你就是小游戏玩不好，所以节目才会停的。我问他，你这么会玩小游戏，节目怎么会停啊？第三次，不然他这样子，现在是。偶像团体的对决对决 ，Energy 以及老偶老偶台，你怕啦？老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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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他没赢，你不能赢的啦，我们输了。我也有接到，来回来回来，我完全都不知道游戏规则。对呀，游戏规则又记错了啦。来，我答对，你可以站过去，只要踩就可以嘛，对不对？他玩了，玩了，好玩了，玩了，失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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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聪明，聪明，大家我都忘了，一样，第一组昆达行空过腰，对不对？对，耶，哎，哇，这个太。哎，哇，这个太亮了！剪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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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掉啊！自取自取呀！等下跑你就有机会了。你有技能？哎，哎，你有技能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！昆达帅！刚才这个真的是有攻防的感觉了。他是肉球天王哎！一步一步玩，玩这么急要死。你们后面小心，小心！让开我！加油，安利！哇哇哇哇哇！单手接住！哇哇哇哇哇！单手接住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到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你给他接一下。不愧是 YouTube 运动会一枝独秀的昆达。有有有有有！哇哇哇！玛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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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被人家称之为半颗球在里面，吕布的昆达，所有的布大家，突然这个时候我都加油加油专心，吕布进攻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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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